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从民国1890年开始启动任何家资料保存，其中从印尼客家识别造桥家文龙信其中中两条本人模式家属都将受过造型鉴本台湾任何馆转作典藏来出版。文化部长常立军表示，了解完成的25,100数位化工作，在本民众的查询。这是得奖的吗？得奖的那个。对，我就是因为这个。向文化部长昌立军受介于1975年拿到荷兰高地慕斯国际现代音乐作曲比赛天奖奖的现场收稿，年四头屏东高手的作曲家文龙信连满带头蜜罐，如今版的作品融入客家原住民音乐，表现出乡土的情怀。各同作品的收稿节目单列到中华简本台湾音乐馆典藏。唱蜜罐，会做演奏清河。用国家的力量全力去保存这些国家的文物啊，台湾空满啦，所以由伊咧开始嘛是真好啊。苗栗头份的作曲家齐从容，采访的是唔但唱戏入门相关的使用乐器演奏客家山歌，每周创作客家音乐，超起一讲花花列到。齐从容的奶齐乐君同阿爸的相片收稿列到，做下剪出来，希望西本太子家更加了解。像下面有的学生诶，把研究客家方面曲诶，基本话有啦，传统艺术中心，好那个有哪些资料来用？文化部讲，连满累计收整的资料已经有2360笔，超过25,000页的书稿同乐谱。下一摆除了数位化以外，还拓出适合编辑的作品，用电脑组谱出版，也系演出来扩大推广。客家新闻彭贤、刘文辉特别报道。